花花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呃，老师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呃，我是一个料理老师，算是料理生活家了哈。嗯、那我早期是在做烹饪的教学，那就是有一个契机，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做料理老师的人，因为常常每天都在家里煮，对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直灾，就是會太胖 <laughs> 变胖。对，因为天天吃，对，每天都吃，而且常常煮煮坏了，你还是得吃。嗯 好，那我就其实就非常的困扰。那呃，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生酮饮食这样子？”嗯、那因为这个朋友很有说服力啊，我上一次看到他到这次看到他，他至少年轻了二十岁，就他的身材有说服力就對，就、哦、差超多的。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医生聊了一下，那他也觉得：“哎、欸，也许我可以试看看，因为我是一个胆固醇过低的患者。”嗯，对。 所以不是都胆固醇太高吗？对，我是那个遗传性的胆固醇过低，嗯、<哼>所以我必须要长期吃像是牛肉啊、海鲜啊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，要就對,对对对，才能维持我的胆固醇的量这样子哦、喔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可以试看看。那我开始吃之后啊，三个月就瘦了十二公斤。嗯，对。那我现在大概已经维持了五年了，是。那这五年。 呃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断的就，因为减糖它其实是一个饮食方式嘛，嗯、那我自己又是个料理老师，所以我就在这个部分不断的钻研，所以我已经出了，我应该是现在全台湾出最多减糖书的，嗯、的减糖书的作者，对我已经出了六本减糖书，这样子，就是从第一第一本第一次生酮减糖就上手，然后一直到今年最新的就是花花老师的减糖甜点，所以生酮跟减糖还是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对，它在比例上会有一些差异。嗯嗯，因为我们比较常听的是所谓的生酮饮食嘛。嗯，对。那生酮饮食它大概在呃四五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风行。嗯。可是因为它跟现有的那个营养比例实在差异太大了，违背人性。<laughs> 对对对，就、嗯、很难持久。因为它要吃的油量太高了，<油>它要吃到七十几趴的油。你要是说呃三个月。 还可以勉强接受，你要是长期的话，真的非常的辛苦，维、嗯、持起来也蛮难的，而且它的碳水量真的太低了。以我们现在身边有的食物来说，就执行是相相对是困难的。嗯、那我一开始执行，的确，它一开始执行效果会非常好，减得很快，就对，减得非常快。可是到后期，我自己也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其实不需要这么的严格，嗯。 可以用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，也是让现在的呃，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营养营养师也会支持减糖饮食。嗯，就是啊，我稍微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，例如像是现在国人呃，以卫福部来说，他建议是五十 percent 嘛，那我们大概减到二十五 percent。<是>嗯那，那二十五 percent 的部分差的部分，可能就用一部分的油脂、一部分的蛋白质来补。 哎、欸，那这样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。那再来，这样也简单很多。是，嗯、对啊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不要吃白饭，啊，我们就选糙米饭，然后量少一点，然后菜吃多一点。哎、嗯欸，这样子就可以很很容易的执行。这样，重点就是要让它持久，就对。对，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饮食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的话，嗯、其实你还是会很快回复到原本。 原本的身材，或者是甚至你原本的健健康检查的数字这样子。<對>嗯，那你之前几本都是关于减糖生酮的料理菜，對,对不对？这次才是第一次出甜点。是<對>。那为什么会隔这么久才决定要做甜点？<是>呃，我我自己啊，其实是非常对甜点非常有执着的人。我觉得甜点它应该要第一个要够漂亮。 因为你拿上来的时候，你看到赏心悦对对对，它第一个要够好看，第二个啊，它要够好吃。嗯，因为甜点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东西。对，那如果你硬是要用太多的呃坚果粉来替代的话，哎，大坚果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粗糙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它的细致度是不够，就不好看，不好不好看也会不好吃，然后也不好成型。那再来就是，其实以生酮来说，其实他也不建议。 大量的吃甜点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虑做甜点书这样。嗯、可是这几年啊，大部分的人都会一直跟我讲说，就一直问啊对啊，说黄老师不能吃甜点，真的很痛苦。因为我们饭后还是会习惯，有没有来了一点甜甜的东西，感觉才像结束。对，一餐不管多或是少嘛，至少要有个这样的东西。嗯、然后呃，我自己其实早期做烹饪的时候，我是以甜点出身的。 嗯，我是做甜点出身的，所以我很容易可以把甜点做的很漂亮。那呃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花花老,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开课？”我实际上是开过课的哦、喔。嗯，但是甜点它需要一些练习，<是>然后那些功法都不是你三两天就可以学会的。那我就也想了非常久。其实这一本书我大概规划了两年。嗯，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做出来。所以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 就是用杯子，嗯，好，你所有的原材料做好之后，就一层一层灌进杯子里面，那杯子它就可以帮你成型啦、啊。你只要找漂亮的玻璃杯，<對>不用漂亮啊。你家的玻璃杯都可以拿来用。喝剩的基金啊，对，喝剩的基金。玻璃瓶，哎、欸，对，也可以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就非常容易成型。它第<對>第一个就会容易好看。那第二个的话，里面的其实材料我也有稍微做过挑选，好，就是。 呃，吃起来不会有太大差异的，像是慕斯类啊，好、嗯，或是呃乳酪酱类啊，或是凝乳类的东西，这不会有太大差异的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我里面的蛋糕，嗯，我这里面的蛋糕是完全没有加面粉的。哦。 对，可是它吃起来口感跟一般蛋糕一样，是非常松软的。所以面粉,粉也是碳水化合物，对对？面粉也是碳水化合物。会增加的负担。是，那因为一般的甜点酥大概都会用坚果粉来替代面粉。嗯、那我这次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嗯、我其实也试了非常久。 就怎么把这个配方试到大家很容易成功，对，所以这个蛋糕也是非常细致的蛋糕。那我希望就是这样子，非常呃很多不一样的原材料的一个结合，嗯、就可以让它第一个赏心悦目，第二个吃的时候口感它有丰富的层次变化，嗯，对。那呃最重要就是要很好上手。 <是>然后再来材料要非常容易取得，我这本书的材料你基本上应该在那个超市都可以买得到。嗯嗯，对，然后你回家就可以做，那分量也不要做太多、哦。我我其实书的前面也有稍微写一下，就是说我不认为甜点它是绝对必要啦，可是如果你很想吃的话，嗯、每天一小份。 我觉得是对一小杯，小杯我觉得是 OK 的。例如像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基金瓶这样子的罐子，哎、嗯，欸、我觉得饭后一杯是很 OK 的啊，嗯、甚至每天都一杯我都觉得没有问题。对，可是就是我比较不推荐大家就是要吃很大一个，或是很多、嗯、一杯接一杯，那这有一点点就违违背了那个减糖原则的比例这样，所以用杯子就可以无形中控制你的量。 对，第一个控制量，<且>第二个就是你也好制作。嗯、而且杯子它因为形状已经固定，所以你很好摆弄层次。对、嗯，所以你只要一层一层有耐心慢慢放，哎<對>、欸，就会变很好看。对对对，嗯，好，那其实现在大家也有一些减糖的概念了。嗯、那其实很多人就是说糖分把它变少，嗯，而不是用所谓的替代品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是让它变成比较不甜。对，所以就叫减糖了。呃。 我这本书里面的糖其实全部都换替换成赤藻糖醇，或是罗汉果糖。赤藻糖醇应该是目前最多研究，呃，证实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不会为人体吸收，会排掉的一个糖，所以它不会在我们人体造成热量。 然后也不太会，就是影响我们的胰岛素这样所以就是有甜味，可是不会累积在体内，没错，就可以满足瞬间的口欲。对对对对，<laughs> <laughs> 有吃到甜甜这样子、啊。所以你<對>你找了这这两种替代的方式，嗯、那种比例就要是要再重新的调配嘛，哦，测试是是,因為,是因为它的甜度<糖>跟一般的糖不太一样。嗯，对，像赤枣糖醇的,的话，它的甜度大概只有一般糖的七十 percent 左右。 对，那如果以罗汉果糖，它可能会再高一点点，大概在八十 percent 左右这样子。<對>嗯，哎、欸，那如果有些人用天然水果的甜，可不可以？只是我觉得那个可能更难，呃、因为每个水果成熟期都不一样、啊。<laughs> 这是第一个很难。第二个就是，其实水果里面啊，就是水果的糖，它分成很多种，嗯、就是它里面还会有一个部分的果糖。对，其实果糖啊，它是让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变高的一个主要元凶啊。嗯、对，所以。 基本上是比较不建议用水果的甜粉来替代的嗯。嗯嗯，它只能当装饰品，不能当主要的材料。哦、对，对对因为太难拿捏那个成本了。因为当季的水果可以很甜，<错>可是跨季之后可能就很不甜了。是，像现在也有人在卖西瓜，可是就很难吃、啊，现在就不好吃啊，又又白白的。是是，是嗯、像我去买水果，我就那个去买芭拉，我就跟那个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买，你这个芭拉有甜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些东西甜了。” 我就说无啦，我就我就要买无甜的。他说你买来了后好好，我这得拢是甜的，拢无无甜的。然后我就说不是不是，我就是不喜欢吃甜的。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比较不甜的这样？嗯、他就说你明仔下来，我可以给你剥还半糖的。啊，但 <對 S 1> 是都是挑一些比较还没熟的，<laughs> 就比较不甜。<laughs> 没有，就只是一个笑话。就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，水果都还是要吃甜的这样。对对对对。 好，那其实呢，刚在书里面也有介绍，一开始制作甜点的一些步骤、嗯，对，还是有从头教，<對>然后后面才是个别的一个变化教。是是是，嗯，是，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制作甜点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？嗯，呃，基本上我挑的这几款哦，都是非常容易，嗯、可能你有制作，对，非常好制作，然后没有的等于几乎零失败率的这个。嗯 对，就算失败也可以辞职。不好看而已啊。对对对，不好看没关系，我们有杯子，<對>所以就是倒进去它还是可以成型这样子哦。嗯、对，所以第一个它就是你还是要需要准备一些，像是秤啊、锅子啊，基本配备。对，嗯、基本配备。那瓦斯炉一定是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的，那可能会需要一台搅拌机，然后需要一台均值机，嗯、大概要必须先投资这些东西。然后第二个。 呃，你可以从比较简单的开始试起。那我其实是有用那个难易程度来，照顺序，照顺序，嗯、对。所以最简单是木斯，对，最简单就是木斯，因为它就是煮一煮，把它拉在一起，最后倒进杯子，拿去冰箱冰起来就可以这样子。对。嗯、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羊羹类，嗯，对。那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哎、欸，羊羹不就是那个有加？ 红豆啊，或是绿豆之类的，嗯、那我自己其实现在也都会，还是会吃一些呃豆制品，好、喔，或是像是糙米之类的，嗯、我觉得这些东西适量都还是非常 OK 的。嗯、对，那再来就是外面的豆沙不能吃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放的糖量非常的高，红豆没有甜不好吃，嗯，所以它必须要放很多的糖跟很多的油才会让它好吃。那我会从豆泥的。 部分开始教大家制作，所以你可以从红豆你就开始做。嗯、那你可以加这个替代的，就我刚刚提的赤藻糖醇，就可以让这个红豆是你可以吃的红豆。这样，外面卖的羊根非常的甜呢、欸。以前小时候年轻了很爱吃的，可是现在真的不敢吃，<laughs> 因为甜到吓死人了。对啊，因为羊根这个东西，他们是日本的那个僧侣放在身上，嗯、就是当做那个。 补充热量、啊，對,对对，营养补给品。然后再来，它要可以放很久啊。哦，oh, 糖是一个很好的防腐剂。对对，所以它要做的很甜，它才可以保持很久。然后在它可能吃一小块就可以马上补充热量，这样嗯，就跟巧克力的功能一样。对，类似。嗯,嗯，第三部分的话，我有教大家做一个凝乳。可能呃，其实我这几天上节目都会有主持人问我说，什么到底什么是凝乳这样子啊？嗯、其实它就是那个柠檬塔上面的那个 curd。 就是柠檬塔上面那一层酸酸甜甜的那个酱，对，那不是那个皮就对了，不是皮，是上面的酱。嗯、那我后面的话就有教大家，就是饼干怎么做。可是其实这个酱就非常的好吃，我常常会做一些像是蛋糕啊，然后上面就挤这个酱一起吃。对，那你也可以把这个这个酱单独吃，其实它也是非常美味的。哦，我现在看你这个配方几乎都是一人份呢、欸。 所以大概就是两杯，或一杯这样子。对，做做起来的话量都不会太多。嗯嗯，嗯对。这个就是让大家测试，然后不要负担太大。<laughs> 是是,是。因为即使少糖，是是是如果你吃很多，那也是等于全糖的量啊。对，我其实常常跟大家讲说，你不要觉得有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。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你说草莓可不可以吃？嗯、可以吃啊，可以吃一颗，<不要 S 2> 但是不能吃一盒。<laughs> 这样子，嗯、对，那你说，呃，汤圆可不可以吃？当然可以吃啊！你说真的，元宵节大家都在吃汤圆，你一颗都不吃吗？也说不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必要这么辛苦。那我会建议你，就是吃一颗两颗，对，不要吃一大碗，对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，都不是什么没有不能吃的东西。所以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经验啊！你过去也是减糖减的太辛苦了，哦对，我什么都不能吃，哦辛苦欸、然后什么。 完全的戒糖真的是，你知道快要没没朋友吗？因为大家约你出去，你什么都不能吃。对啊，然后大家就会说：“啊，你吃一点会怎样吗？”吃一口怎么样？你吃一口，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你就是非常严格，就很痛苦嘛，一口都不吃。因为我是一个自律肾严的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会完全不吃。但是我觉得也是还蛮有趣的，我就是也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我大概检查三年的三年多，有一次。 呃，国内旅游就带孩子去环岛，嗯、大約大约十天的时间。嗯、那你知道出去你完全都就不能控制，很不能自对,對然后我又带三个小孩，对，你<對>要陪小孩吃啊。对，就是只能跟跟着他们一起吃。嗯、然后我本来想说，要命哦、喔，就是回去一定很惨，就是可能会变胖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我才正做好准备，结果我回来之后大概两天。 就恢复原本的体重，嗯，然后还更后来还更瘦，然后我就跟呃，因为我是中华低糖生酮协会的发言人，嗯、然后我就跟我们的那个创会的会长聊这件事情，那他本身也是医疗背景，他先生是医生这样子，嗯、他就跟我说，其实他也会觉得，如果你太严格的生酮太久，你身体其实燃烧脂肪的能力。 他会被受限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低碳的生活，oh. 所以他说你稍微给他刺激一下，换一个不一样的能量来源，欸、就会让他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我可以稍微调配一下，有点像是油电混合车的概念。Mm hmm. 我没有油的时候，我就会用电；哦，没有电的时候，就会去用油。<是>这样，他说也许这样子你的身体会呃自己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。嗯、mm，hmm. 对。那所以我现在大概就是用这样的做法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可以自己控制的时候。 就会稍微严格一点,点，自律一点，自律一点。那六日，例如家人聚餐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啊、呃，阿公说买个披萨，你一片都不吃吗？<laughs> 嗯、对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蛮蛮不合群的，所以我六日就是跟大家吃。那我自己这样子维持了一年半，我发现非常的 OK，、嗯、我也没有在变胖。然后我自己去体检，然后体检的数字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动。 嗯，对，然后我我我也会觉得建议大家可以用这样子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维持，偶尔有一两天可以稍微舒松缓一点，那平常很很自律就够了，就对是是是不用七天非常严格，不用七天，对对对对，对嗯、这样子的话，大家可能也会不会觉得六日感觉好像像是个 bonus，对。 有没有啊？就是哎、嗯欸，一个奖励，我一到五很乖，六日就有个奖励，稍微放松一下。<laughs> 对对、欸，有些人也会这样啊，比如说他用断食的话，他也是利用六日来断食，那一到五都正常饮食，至少六日让肠胃稍微休息一下。哦，这也是一个做法。嗯、对，嗯。好，那你说其实你呃后来都很少用面粉，都是用坚果粉替代？大部分都会用坚果。 嗯、对,對、嗯，所以它就比较难掌握，那个配方要重新再来，跟一般市面上做甜点的那种完全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比<例>会比例会完全不一样，对，所以都需要还蛮多次的调配实验，然后呃去找出最最容易制作的比例这样。哎、欸，可是发展这么久，面粉都没有一些厂商做改良吗？ 啊，这个就要讲到，其实啊，像是日本好了，日本十年前啊，他就已经开始在研发一款低糖的面粉，嗯，就是它这个面粉，它把里面的碳水化合物都扣掉，然后用膳食纤维跟蛋白质来替代取代，嗯、对。那一开始它其实是供医院使用的，嗯、对。那大约四五四五年前，他试着把这个做成面包，在日本的那个 l a s o n 便利商店来做贩售，嗯，那大卖。 他可能一年可以光是一个面包可以卖三百亿日币的营业。嗯嗯、<laughs> 对。那呃，这个面粉其实现在有在台湾有进口商，就是有带进来，对，有带进来。嗯、可是因为它价格非常高，它的价格是一般面粉的十倍。哇！呵呵 <laughs> 所以就是非常不容易普及啦。嗯，对。對啊、所以一般老师用不下去。一般，除非你在家偶尔。 对呀、啊，一般人真的会，他会很不容易下手，然后再来他的饭数就是一公斤一公斤嘛，嗯、一公斤一千多块，嗯，对啊，很多人光是要买就会想很久这样子，<是>对。哎、欸，那这些比例它的糖分都比较少，是它保存就没有那么像过去甜点这么久。没错<錯>，所以要吃快一点。 所以为什么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个比例好像都是量,量是比较少？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你没有放防腐剂，然后你又没有糖帮助你做这个防腐的工作，所以你就是时间就要再更短一点这样。哎、欸，难怪我们去外面一些比较好的饭店吃甜点，真的它都特别甜，因为它可能一次就要做很多嘛，对，然后放比较久这样。对对、嗯、对对，没错。 对、啊、因為他没有办法随时检查。是，那他放多一点就比较不会坏。哎、欸，这本书回想怎么样？应应该很多人也是会在你的粉丝页里面发问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做了这个，<laughs> 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跟我说，真的感觉很简单。<好>对，就是制作很简单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呃，也有粉丝跟我分享说，他一直觉得法式甜点好像很难。 因为哦，层层叠叠，什么又要配什么，又要配什么。他就说他发现我每一个单独的品相都可以做成一个甜点。嗯，对，就让他觉得哎、欸，好像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化这样子。嗯，好，那因为我们现场是有画面，老师是把书里的一些、嗯、翻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啊，我觉得甜点它其实可以很可爱，然后很像莲子糖的莲子，<laughs> 然后他就。 你就可以把它用用很多的创意。那呃，前面大概都会是单品，那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会把它做成组合。嗯，对，嗯、像这个的话就是呃，上面有果冻，然后中间是红豆，然后蛋糕下面是那个慕斯这样子。对，那透过像像是这个是巧克力，上面是巧克力饼干，哦，中间是巧克力乳酪酱，下面是巧克力蛋糕。 对，所以前面的单项如果你都会了，就可以变化了，你就可以变化，做好多不不同层次的效果。对，甚至我觉得，如果你有吃到好吃的不一样的搭配，还可以跟我分享，跟我说，诶、嗯欸，你可以觉得怎怎么样搭配会更好吃这样子。像里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辣椒乳酪酱。嗯，对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，诶、欸，甜点不是都应该是甜的吗？ 实际上，像是在法国，他们会把那个辣椒放在甜点里面，嗯、他们会拿辣椒来搭巧克力，嗯<哼>，然后他们也会拿胡椒来搭巧克力。所以搭的好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它特别的口感，<對>酸酸甜甜，<對>或者是辣辣甜甜，没错。然后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点心。那实际上这个，呃。 第一天拿到书的粉丝，他就立刻做了，因为他就跟我说，里面他最想做的就是这个，因为他觉得这一定很好吃。然后來他跟我说，真的跟巧克力超搭的。再来还有可以给给大家看这个蛋糕，嗯，有没有？就是，诶、欸，不要怀疑，它吃起来，因为这个有切面，可能比较看得到。哦，有,面有没面，对。嗯 所以这吃起来真的就是一般，你吃到很蓬松的蛋糕，而且不会有那个渣渣的杏仁粉啊，或是坚果粉的那个口感，这样子、嗯、是非常细致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提到你这本书准备两年，所以你这个每个配方都一直在测试，就对了。是成功才会把它列入书里面。对对对，然后再来，我也其实后面的搭配，虽然它的叶次不多啦。 但是光是这些搭配就让我想很久，因为我因为其实对于一个甜点师来说，这个搭配是最最最最精髓的部分。嗯，怎么把每一个不一样的味道让它是融合的，然后最后吃起来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完整的，然后很丰富的口感。哇，这样你在每一次的测试都要做非常详细的笔记、欸，这样才知道万一失败了，我要调整哪一个。 所以我的那个手机里面就大概有上万笔、嗯、记录，<laughs> 这个记录资料，因为我每一次做，我都会把它的比例再记下来，所以我就会有软玩软 o 就是非常非常多测试的这个数据这样子。那呃，有的时候最后一次做不一定会是最好的，所以我就会都会又回顾看哪一次的比例是比，对，或是我会在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回上上次？ 的那个比例来制作会更好吃，嗯、或是更容易对啊，而且原料可能有五六种啊，那可能到底是调整哪一个，影响到口味又又要不停的测。对，然后我一开始，哎、欸，这那个主持人真的很专业，因为啊，我们如果一次变动两个变变相的时候不行，一定要一个。对，好，那我有时候就会贪心，想说两个都变，可是如果你做起来比较好，你会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原因，所以你就势必得在。 改一个东西，一次只能调一个。对，一次只能调一个东西，所以光是甜点的这些比例配方的调整，就其实蛮花时间的。嗯嗯嗯，所以如果不用减糖的方式来做，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房间本来就有太多这个现成的食谱、啊哦，对啊，照比例做很快。对对对，對對對嗯、然后你大概只要找到比较大师一点的。 通常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其实、嗯、网络上也很多影片教学啊，所以如果你不想看文字的话，也是有影片。<是>包括你个人也拍影片嘛？对。對只是影片好像比较多的是生酮减糖的概念部分。概念哦，我也有最近也有开始拍食谱的东西，嗯、但是就是甜点的部分还没有开始拍。然后我今年可能就会开始陆续拍甜点的部分。会慢慢做书里面的内容吗？对对。對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都会带 Q R 扣啊，<對 S 1> 你看不懂就扫。对，<laughs> 看影片比较快啊，没关系。我玩二刷，一边拍一边刷的时候可以再来加。可是其实如果你有习惯做的话，其实就很容易。只是你怕你完全没有做过，你就会觉得很有很麻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你只要有做过甜点，其实你一定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工具嗯。嗯嗯嗯嗯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其实你就试试看，因为真的很简单，嗯、它绝对比你想的容易很多。 对，那你试过一次，你就会有成就感。这这本书绝对会是让你非常无敌有成就感的一本书。这不太像那种饼干蛋糕，它一直要烤很多，<对>因为你不可能只烤一片嘛，那么大的烤箱是，是所以你就会有一定的量。<是>那这个可以一杯一杯，你可以做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啊，對啊啊就算不好吃，也就是这一点点也就这一杯而已、啊，<laughs> 对,对,对对对，然后再调整，对,对对。对对 嗯，所以这个比做那个饼干好简单多了哈。<laughs> 对啊，嗯，像是蛋糕，你一次一定要烤一模。那我这次调出来的这个配方真的已经是很少量的，所以你就是如果用杯子，你就可以用更少量来测试。像这样这这样做出来大概就是五六个杯子蛋糕而已。嗯，对，那你就算要消耗送朋友，就快办公室里的下一个就没有了。 当场吃完，杯子要回收。<laughs> 对对对对对对对,對。<laughs> 其实现在好好多饮料都有那个漂亮的玻璃瓶，丢掉都很可惜啊。像我刚刚讲那种鸡精啊、人参瓶啊 <對 S 1> 那种，那种我觉得分量都蛮刚好。对，就可以刚好拿来做这这本书的甜点。 嗯好，我们今天谢谢花花老师。那听众朋友，如果这本书有问题，也可以在粉砖跟你互动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应该都蛮热情的，想要回复。<laughs> 有,有有有有有。嗯，而且其实配合这本书后面有一些就是活动啦，就是大家有空也可以参与看看，对，有一些抽奖啊什么的，赞助厂商。 对,对对，很很感谢这一次的赞助厂商。然后在我配合这本书会开实体料理课、呃。实体的料理课，我很久没，我大概一年多没有开实体的料理课因为疫情，对。呃，也因为疫情，也因为我有点太忙啦。哦、<laughs> 对，那但是因为甜点嘛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我好像还是看着老师一起做会比较容易。那这本书就是会有一个日日本的食谱公司就赞助了场地。 还提供奖学金，对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学，也可以用这本书后面的这个课程、奖学金，对，来上课，然后跟我一起做好吃的减糖甜点。对啊，我觉得上课还是最快，<laughs> 因为我们不习惯做的，有时候看这个数字会很头痛。<laughs> 看过别人做一次，对，实际上自己做一次，哎、欸，回去就很有信心。嗯，好，谢谢花花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《减糖甜点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谢谢。谢谢。